大师，他正在现，他唱的是在唱咒语，他就是有功德的。你不但心清净，还给他功德嘞。啊，就像各位看医生的时候，你要观想，医生是药师佛，你呢代表所有受苦众生呢，他这个针要打下去呢，是所有的法，所以这个叫佛法身。啊，佛药是法，我们代表众生身，所以当下你就是在意念三宝，也替众生除苦，也让医生都变药师佛，这个叫转化。修行在大乘要如此转化，所以各位云云夜或斋戒期间，不歌舞唱伎，不顾往观听，能持佛，能持第八如诸佛进行诵，不坐卧高广大床，站在凡夫就不要故意而爱人，执着的心态。那站在菩萨最好你床大一点，坐在上面叫坐床，你有没有听过坐床？啊，是最高贵的意思。所以这个有时候听起来是冲突，事实上是你心念的转化，自己不爱人，但是却庄严众生。假设你今天手八万斋戒，然后你进房间看到你的同样手八万斋戒的另外一个戒子坐在高广大床，你生气了，那你破戒，你要马上合掌，哎呀，活佛坐高广大床，这样就好了，清净念。就像我每次做烟供，然后到美国去，有些居士来参加，陪太太来，一下课就跑到外面偷抽烟，我一出去还看到，哎，我就问你做烟供功德无量，对方也笑一笑，不要让对方有罪恶感，幽默一下，他竟然，哎，师父对不起，以后不要了，没有问题。所以各位你要懂得去帮助对方转化。所以如等一日一夜或受戒期间，不坐卧高广大床，能持佛，能持。第九如诸佛进行说，不非时时，过午不食。站在解脱道，为了要解脱个人的生死，日中一时，过午不食，我们赞叹。那站在菩萨道，各位你要陪人家吃宵夜啊，吃宵夜谈佛法，带他去外面吃稀饭啊，青菜豆腐烧饼油条，吃素，让他高兴，让他念佛，那菩萨道真伟大了，不为个人解脱，但为众生离苦。所以这一条你自己选择，你能够持五那你就持，但是不要骄傲啊，不要自以为对啊。站在菩萨道，随顺众生，只要不伤害众生，让众生欢喜，让他可以学佛，他最快乐了。各位，你陪你妈妈吃宵夜，真孝顺，真孝顺。你还要吃的，觉得很好吃，带他去喝晚上的豆浆，真慈悲哦。所以，但是在心态上，我们不爱染这个名，只是为了利他，你自己要达能持。所以各位，一日一夜，过不食非食时，能持佛，能持。就像我们沙弥受十戒，十戒里面有一条不持金银戒。当我们老和尚说，你从今天开始不能摸半毛钱啊，能持佛？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没人敢念。那这下不用混了。老和尚马上补充，你一定要达能持，因为所有钱都不是你的，是众生的钱，暂时放在你口袋，你呢帮他修福报。你呢去坐车啦，去买东西啦，去修行啊，你没有坐车买东西不吃饭，你不能修行。他的钱让你做功德，你感谢他，但钱不是你的，是感来自于众生。老和尚给你这样解释，所以你口袋还是要放的钱，跟用钱跟收钱，然后但是你心态上不执着，所以能不能持，能持，就这个意思啊。所以那各位，这大乘佛教啊，真是伟大殊胜，非小乘根器一般凡夫可以受持。所以对小乘根器的人，你跟他谈大乘，他会毁谤佛法的啊，所以不能跟他讲。所以地藏十轮经说，对小乘人讲小乘法，对大乘人你跟他讲小乘法，是破坏人家成佛的。所以我想大家都是修菩萨道，我讲的是大乘法啊。第六，发愿。所以大家所修的功德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成佛，所以要如此的发愿，这也是菩萨戒的内容。请各位念，真心的发愿啊！既然讲众生，你就不能舍弃任何一个生命啊，不能舍弃各个宗教啊，不能有对立的想法，慈悲没有敌人，永远没有对立，众生平等，众生皆我父母兄弟，众生皆可成佛。所以不能舍弃一个小蚂蚁，不能舍弃任何一个众生，你要想办法。就像我坐计程车，我有时候有气力跟人家讲话，等一下还要给他小费500，不用找。没有气力，我在后面帮他助念啊，
也准备给他小费。想尽办法，他走错路我都觉得是跟他有缘，多谈五分钟。但是你永远要把握这个姻缘吧，不要放弃，因为这辈子坐他车，下辈子还做得到做不到不知道了，碰不到这位父母了。所以各位要有这个悲心发愿。那众生之所以痛苦，众生就是纵使是因为他有烦恼，所以不要再增加别人的烦恼，还要净化对方的烦恼。所以众生有无量无边的烦恼，就像身体有百种万种病，所以各种离开病苦的药跟法门你要学，不要懒惰啊，不要说我这辈子一经一论要准备解脱，这种人是可以的到净土，那最多到中品下品，因为他不是发无上心，无上心是要发菩提心，读诵大乘经典，而且所有的善法都是他学习的佛法，而且要劝大家都要去学啊，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大乘的心态。所以就近成佛才能够帮助众生，现在我们是利用众生，运用众生成为自己成佛的资粮，所以感恩众生，一起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唵菩提吉萨摩诃萨阿弥。第二遍：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唵菩提吉萨摩诃萨阿弥。第三遍：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唵菩提吉萨摩诃萨阿弥。愿所有众生都满愿皆发菩提心，学找到佛性。生命最大的意义是找到生命的目的，是人是为了慈悲成佛而来投胎的啊！人人皆有佛性，千万不要把生命浪费在我要读博士，我要赚钱，我要结婚，我要买房子，我要功成就啊，传留一大堆财产，人死留名，虎死留皮，我只要留一个名我就甘愿了，这个是个无名啊，痛苦。人来投胎是为了成就佛性，人成即佛成，把握人生难得啊！六道里面数目最少的是人啊，那能够做人，那各位要把握机会，特别各位生在汉地有大乘佛教的地方，那是我们百千万劫的福报，能够听闻大乘成佛之法，那你更要把握机会修行啊！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能够受菩萨戒赶快受戒，能够专心修行赶快专心修行，在家也可以，出家也可以啊，生活够就好了。所以佛陀创造这个制度很好，你专心修行我们供养你，不分你在家出家。当然小乘佛教只供养出家人，但是在大乘佛教，像各位日本啊，各位来看到在藏地啊，只要你是修行者，不分你在家出家，他就供养你。事实上做医生做老师做公务员是被老百姓供养，不是拿薪水的啊，只是要有这样的心态，所以本来就该供养他们，他们才能够安定生活，来医我们的病啊，教我们的书啊，帮助我们处理国家的公务的问题。所以那我想为众生呢，众生当然供养他，所以各位在这一点我要鼓励各位，你们夫妻一起发菩提心，全家一起发菩提心，来奉献社会，然后由大众供养。所以我们生命电视台护生协会应急协会这么多这么多的职员，我都跟他们说，我们是被供养者，我们不是拿薪水的人啊，千万不要有劳资纠纷啊，是怀着感恩的心来替众生，众生养我们嘛，我们帮他推广佛法，要有这样的心态。所以讲到这边，也希望各位发了愿，大家要真心的参与。我们弄了一个慈悲置业、生命置业，我想很多道场都有，所以要希望更多人来投注于菩萨的置业事业，一起来奉献老人问题、小孩问题、众生问题，希望大家加入啊！但是我们取慈悲，就是以慈悲心为动机，大家志同道合，做什么事都可以。你在你家做，你用电脑做，你用水做，你都可以了。现在下大雨，你就天天沥甘露做，不得了！天天做烟供，天天点灯，天天发菩提心，都可以。天天去公园啊，天天去老人院，天天去学校，大家一起发这样的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唵菩提吉萨摩诃萨阿弥。翻过来回向，那
每天你都要修行，每天不断回向。你地藏经人家念一天念得完，念两个钟头45分念得完，你念不完没关系，你念一品就回向啊。等你三品全部都念完，上中下卷，你再回总回向那可以，但是不要不念最重要，不然你等到什么时候啊？有些人给他一本无量寿经，等他往生了都还没念完，还没开始念啊，放在家里又不给别人看啊，那么多么痛苦。所以各位要想尽办法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才能够产生圆满的利他的行为，知道怎么去做。因为深入经藏，你才知道佛陀的思想行为怎么去做，不然用了各位的想法在做事，我们的想法是跟别人冲突的，甚至是自己错了不知道，别人讲你错你还发飙，就有这个问题了。但是如果大家都深入经藏，把经藏的行为就成为你经藏显现的行为，叫戒律。所以佛陀说末法时期大家以经藏以戒律为标准，依法不依人就不会错啊。所以大家都如此的努力，所以把功德回向，所以每一个功德都以无上菩提心去做啊，行住坐卧上厕所开车都是清净行，叫净行。各位看华严经净行品最好能够背诵一下，140多条，那些品定律要，每一个思想行为都是一个愿，都是一个愿啊，开门关门都是一个愿，愿关三恶门，愿开光明大道，然后都不离开菩提心啊。就回向受戒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不愿沉溺诸有情，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现在大家回向给现世者、病苦者、家中一切，包括家庭事业。这次肺炎很多人生病了，家庭痛苦了，更可怕的是很多企业受到影响了，经济受到影响了。所以第一条就是杀业，所以大家生病了痛苦。第二条就是变成偷盗业。这次肺炎疫情，有人发财，也有人失业，那就是因为有个共业，属于金钱的问题。第三个家庭的问题，邪淫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大家就不断的给他祈愿，不断的给他回向，也希望大家互相帮忙，互相帮忙。所以不管走到哪里，像我走到人很多的地方，我就为他们念消灾仪轨，现前的人身上的冤亲债主，想到往生者就会念超度仪轨。所以很多人也写名字过来，我们大家一起祈福，哎，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事不退菩萨道。愿大家健康发财，身心因果发菩提心。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第二趟别看这别看这嘛，别看这让这什么管的说话。第二趟别看这别看这嘛，别看这让这什么管的说话。第二趟别看这别看这嘛，别看这让这什么管的说话。回向所有往生者，那各位等一下回向完，如果你在外面再做一点水啊、米啊、烟供啊、甘露施食，我们顺便念一下啊，甘露咒，每天最好多做几场。我们现在在世界各地一直推广烟供施食、布施甘露水、放生、点灯啊，这些都是一个助缘，来回向往生净土，来圆满菩提心的资粮啊。所以回向所有往生者，是每个人身上的各种冤亲债主，特别被堕胎的胎儿、被杀的动物，来。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念一下往生咒、辨识咒、甘露水真言，那各位啊，做做施食，再把功德一起回向法界众生。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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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多他伽多耶多尼耶达。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悉达婆毗，阿弥陀佛，毗迦兰帝，阿弥陀佛，毗迦兰帝，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沙婆诃，辨识咒，南无萨瓦达那耶多瓦罗揭谛，唵三不奈三不奈吽，甘露水真言，南无娑罗婆耶达那耶多耶达智他，唵娑罗娑罗不奈娑罗不奈娑罗沙婆诃，普供养，唵夜夜那萨婆哇哇真来，法力不思议，慈悲无障碍，此时辨识方，普施周沙界。嗡哆哩嗦哆哩嗦，嗡哆哩嗦哈，虚空藏。南无萨瓦达那噶达，白摇比丘摩诃呗，萨瓦达噶乌噶呗，萨婆那，一玛嘎嘎那，康娑哈，不动佛心咒。
那么当然在爷爷，我看看你，看看你，落上你，落上你，坐上你，坐上你，站上你，站上。站地汉了，站地汉了，少瓦干嘛？巴郎巴郎南美少瓦少多年罪，苏哈西佛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愿大家有无上菩提心，来守持八关斋戒，广修功德。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朝圣之旅的团员们，在索南格西与战日法师引导下，忍着饥肠辘辘，来到了距离儿童之家不远的慈悲戒毒所参访。大众在新建的足球场帐篷内听取索南格西为大众介绍慈悲戒毒所的神秘因缘。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一阵剧烈的天摇地动，7.9 级的骇人强震，造成上千房屋倒塌，上万人民伤亡，众多孩童沦为孤儿，受难民众流离失所。此情此景，着实令人悲惋同心。为不忍众生受灾害所苦，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及时募资并筹备运送，特派战日法师从马来西亚出发至尼泊尔，实行物资救灾及抚慰偏远弱势村民的慈悲行动。
나라는 냠중 단단도 니 통해도 뭐뭐 통해 냠중 가르서 나와 꽃을 하기 사자지 이래서 따뜻히 위 강강도 쓰라 아니 뱉고 칼라매는 사임자는 칼라매 만족을 드디 미자 숨주를 잘 잘라 대야마도 매스 이나 미자 농다지 이래서 이도스 이 미자는 칼라매는 다 사임자는 컴박을 칼라통을 벗어라 와 아니 공다 미자 시골라 미자 꼬마자가 이거도스 드디 코스모스 나 스마스 치는 세마소스 이래 기계 대제는 만족을 계획을 지어마렸어 아니 이네 시베기 로마 해토기 라이브 TV 토네 아니 만 만조라 돈은 공단 이슈테네 만조 미처 드네 미처 카르툰도 마모타 칼라 운네 무기시에 드셔 드네라 아니 운네 칼라 드다 데트어 드나 콩가 데트정기 그때 트랑스 비자치부다 짐바 드데 치고 땅한다 베 바사데스 드데 시베 콘조다 무세 칼도스 데이 파도네스 드리 공다 추 융통에 또 템창레스 사제 랑가 딘레레스 사이 사인장 도 사이 오 담나 용거스 드데 달라마 헤도 기투 딘데 딘데 농바 딘데 로바치아데 다 농바 셴바르 시우 지기여 고수 고나 시당나 인바라 인바라 이친해서 같은 거 데데 만조 냠도 도데 거레스 시간 회초到 3년 더 전의 니보르 다민전 在 救灾 的 과정 중 소난 거시 한다오 타이도 因饥饿而舍报的灾民，幸好慈悲的海涛法师率先捐助20,000美元的食物救助，解了饥饿灾民的燃眉之急。可惜，在感念海涛法师的慈悲之余，日后也开始了连串在尼泊尔的慈悲善行，而戒毒院就是其中一项。慈悲戒毒所。目前共收容70几位院友，大众恭请海涛法师慈悲，为数位成功戒毒戒酒已达2年的院友颁发纪念品，并举办切蛋糕仪式，大家热烈鼓掌。现场精通手足的其他院友，受到现场气氛的激励，也大声喝彩，对于戒除毒瘾似乎更多了一层信心。在戒毒院内，院友们彼此关心鼓励，让许多曾经备受家庭社会亲友们歧视的吸毒者再次有了重新站起来的动力。最后，海涛法师为大众慈悲开示：今天现场的每一个人都要想尽办法戒毒，所以佛陀说，征服自我才有生命的快乐，调伏自己的内心才有生命绝对的自由。住在这边的70几位生命的战士，因为能够征服自己的欲望，包括不管是喝酒吸毒，生命才有真正的自由。同样，我们出家人也是在努力做这个，征服心中的贪欲嗔恨的毒，不然我们的生死轮回就很痛苦。那我想各位愿意来到这个地方，代表你愿意征服自己。所以佛陀说，没有欲望的快乐超过有欲望的1,000,000,000倍。特别各位都是男人，男人是最容易修行跟成佛的，所以我们自己改变了，那你的家人就会很快乐，世界就跟着我们改变。所以来到这边看到各位的努力，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那我们所做的各种功德也回向给你们，愿大家都互相祝福。但是希望大家永远记得我们的兄弟在这边，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看他们样子，你看个个又帅又凶又聪明，但是因为他们的环境嘛，没办法，因为尼泊尔没有戒毒的监狱，你要在台湾随时就抓起来了，不要你交钱。那这边要戒毒，你必须要出很多钱，然后你才能够戒毒。所以这边只有卖毒品可能才会抓了，吸毒没人管你，这个是很特殊的地方。那所以就要靠民间的努力。那我想要做这个工作太难了，但是我们帮助他们就是帮助自己啊。所以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怀。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世界上在吸毒的人太多了，包括我们自己都在吸三毒吧。但是至少我们有佛陀一样，就像他们有格西在。一直引导了他们，加持了他们，所以我们才能够不断一步一步的征服自己。所以
所以我们帮助他们，我们也可以很快的戒掉我们的心毒。你要戒毒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帮助众生，去帮助那些可怜的人，就像我们天天烟供，天天去找地方去帮助，所以你就发觉你内心就极静的状态。所以慈悲是最容易戒毒开悟证的空性的方法，所以你要一直去帮助别人。就像刚刚他们唱歌，他们敲那个板子鼓砰砰砰，多好听。但是我想当他们在唱歌，让我们在听，我们在鼓掌，那个时候他们就不会吸毒了，因为他们唱歌让别人快乐，所以你自己就会很快乐。世界上吸毒的人太多了，包括社会上的芸芸众生，也都无时不在吸取贪嗔痴三毒。感恩长久以来，我们有慈悲的佛陀一直在引导着我们，加持着我们，我们才能够不断一步一步的征服自己。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接下来请收看大乘传戒礼赞。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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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讯，请坐。好，各位菩萨，刚才把这个戒本。拍开拄只，讲到第八条，下面继续啊来讲这个第九条的戒条。第九条叫做受精养物第九条。看这个条文，叫有不色，有不异，受持戒意，受教体正五基成就，是有不色，有不异，得失利罪不起对了，不净有作。这条的受精养物啦，就是这佛陀对咱这个在家啊，居士在家菩萨安尼讲，讲咱不管是受三皈五戒，或者是受过菩萨戒，对于这个出家人的物件吼，包括。三宝物啦，包括出三宝物，啊，咱袂使随便啊去家摕来使用啊。哦，咱先念迄条文，讲叫有不色，有不异，受持戒意，受教体正五基成就，是有不色，有不异，得失利罪不起对了，不净有作哈。这个。佛陀是咧指讲咱遮个在家居士啊，在家菩萨啊，啥物叫做讲叫做受教体正五基成就呢？这个教体啊，是印度话，啊那个翻译过来咱的中文呐、啊，叫做即精气物啊，精气养物，哦，精气养物啊。啊，这教体啊，是一种印度话，就是讲咱三宝的物件，包括出家人啊，所以咱在家居士袂使随时啊，把这个出家人啊，包括三宝，袂使随随便便甲摕来去使用，甲摕来作为咱私人的去甲使用。这中间就是包括啊。成就啦，包括文成衣啊，哦，包括这个出家人的三衣啊、衣钵等等，或者是包括出家人所有的这些日常用品啦，哦，啊，未使随便甲提起去用吼。在印度的啊，为什么佛陀会去制定这条戒？啊，当然就是有这种的。事情啊，所以佛陀后来才对这个啊在家居士啊，他借这条戒。以咱是咱台湾即马来讲吼、哦，有当时这个、在家信众在家徒弟啊吼，哦啊，都甲师父做许足久啊，哦啊，定来登来帮忙，吼、哦，啊都甲。啊，就甲当作像讲，甲伊甲当作讲，啊，像咱家己人，啊，这其实嘛是无唔对啦吼，当作家己人，家己师父嘛，啊，家己师兄弟，不过是在这个物件的方面呐，这物件的方面就是啊，亲像有含迄个第二条不偷盗，迄个叫做
啊，意义差不多了。实实在在，你如果那是讲啊，看到师父有你需要的，啊，譬如讲经本啦、啊，啊是什么啊，会借一个是未借一个，会使用一个，啊，你若个认为讲有需要的，我、啊、你甲师父讲一下，哦、啊。啊，譬如讲，有当时啊，食健康的物件，还是使用的物件，你若是真正有需要，啊，甲师傅讲就师傅嘛，一定会护你呀，吼，一定会护你。嗯，啊，所以但是袂使讲啊，入去到师傅的房间啊，伊咧睏的眠床啊，你着甲坐落，还是甲倒咧睏。啊，师傅的椅啊，你坐啊，啊，你嘛袂使讲啊。啊，甲师傅的椅啊，你坐椅啊，你甲随便换你坐咧。啊，安尼意思就是讲，啊，你师傅去咧困咧眠床，啊，换你甲倒咧困。啊，师傅来入面来，啊，唔多，啊，师傅徛在看你困啊。哦，啊，是换做椅啊，啊，师傅咧坐，啊，你换你甲坐落去。安尼就是叫做不相利啦，吼。都颠倒病袂使讲啊，随随便便啦，啊，换一句话就讲靠俗，啊，这个输的物件哪有要紧，啊，这种靠俗啦，哦，咱爱吼，这个都伦理吼，爱合作啊清楚啦吼，你对师傅虽然是讲啊，都啊足久啊，实在足久啊，啊你。只有爱用迄个尊重啊，恭敬尊重的，袂使甲当作讲啊普通一般的人安尼看待，安尼变成啊对事无礼貌、无恭敬吼，啊是种可惜的，吼安尼袂使吼。嘛、啊、包括佛祖面头前这物件吼，啊所以啊这里呢啊用迄个国语啊跟那个。听不懂台语的，说明一下子哈。说你到了道场去啊，见到师父，啊、虽然跟师父啊很久了，啊，有时候师父的房间啊，有时候你给他整理一下，啊，给他这个啊扫地一下呢，啊你就不能随随便便啊，哦，把师父的床铺啊，是师父的那个。凳子，啊，你就跟他在睡在那边了，坐在那边，啊，或者是舒服的东西，你把它随便拿来自己去用，那这个就不可以了哦，这比赛级了哦，所以咱都爱对师长的这个恭敬啊，更加比赛讲将师傅啊，伊在用的物件啊，甲摕去，你甲将我甲摕转去使用，啊，安尼就变成。师傅都无，迄个物件要用都无去啊！哦，所以都，嗯，这种呢，爱特别小心啦，因为啊，都啊，常常往来吼、哦。啊，如果那是讲啊，都、嗯、久啊，有当时我师傅房间垃圾啊，摕一个桌布来擦，啊，一涂骹来揉一下，啊，这无要紧。但是师傅的用的物件，比如三衣几布啊。还是包括师傅的用的钱啊，随便甲摕去安尼用，那不可以哈、哦，这个这样的不可以哈、哦。啊，下面第十条，阴阳罪改的第十条，若有不识，有不义，受其戒意，以罪有阳过，便阴之时，有不识，有不义，第十二者不去对了，不正有作哈。啊，这条。啊，就是，拢凡是这个戒条，拢是对印度来吼。古早，印度迄个所在吼，戒不卫生啊，啊，包括佛陀的时代吼，啊，印度向来以这个环境卫生就足无好啊，吼，啊，环境卫生无好，就是包括迄个水嘛，无清净，无清气啊，啊，所以佛陀呢。用伊个佛眼来看吼，一半水啊，哦，一半水呢有八万四千个虫哦，迄味蛇昆虫，
迄米色就是讲，啊，以咱台湾来讲，像暗光啊，水光足久啊，暗光的水也是跋汤啊水啊，放久啊，就生一种迄幼虫啊，啊幼虫啊呢，咱叫做讲话做蛆啦吼，蛆恁敢听有？迄个蛆啦吼，蛆啊，啊只细尾仔尔尔，啊迄，迄所以。咱的生登革热就是对遐来吼，迄蛆啊会变成蠓啊吼，啊迄有毒啦，啊迄就是啊就一种幼虫，所以当时一挂些 BQ 呢，啊未晓，迄 BQ， 伊目睭也无遐美色吼，佛陀有佛眼呐，国外人家美色，人佛陀拢看有。所以后来，遐个 BQ 就啉迄个清水，啊，喝那个生的水呀、啊，啊，后来后边讲佛陀啊，也甲只 BQ 开始讲练吼，啊，拢无迄个慈悲心嘛，迄水的内底有真侪迄微细众生，啊，你拢甲啉啉就变成杀生啊，所以后来只个。受苦行的人，或者提修迄个偷渡行吼，妥妥信啦。啊，所以身躯顶、身躯边拢有扎真济只物件，三衣俱破啦、色中啦，啊是要做啊，这个离水龙啦，等等有十外项。所以后来佛陀才制定这 BQ 讲，恁认为讲这水呐有些迄、那个。四尾虫啊，恁身躯顶爱常常用迄个利水人吼，啊，把它利过啦，吃下去。第一才不会杀生呐、啊，第二呢，才袂去影响身体的健康吼。讲你啉到迄个水，啊，你怀疑敢那迄水内底有四尾虫啊，你唔当甲啉过，我爱用迄个利水人。甲离过啊！啊，离过呢，未使讲啊，甲醉就要死啊！你还佫摕去其他迄个有水的所在，佫再甲放生，佫甲吼做迄个水、迄个离水落啊，佫甲有水甲啊放下去生活吼，迄就是叫做爱护众生啊！这是第十条，不能饮那迄个叫做啊清水啊！啊，有虫的水啊，不能是喝吼。所以咱现出时，你看，咱大家在啉的水吼，啊，自来水，拢有处理过啦。不过安那处理过，拢袂当讲足清气的啦。啊，没有办法清净啦。所以咱如果禅师这水呢吼，几啊层，哦，头前要按几啊层去。啊，过离过吼，啊，敢若有两点啊，三点过离过，啊，所以这入来，咱遮个水就等于较好做清气啊，较健康，啊，啊无古早，若是去印度朝圣吼，较早我会记你讲，若要去印度朝圣啊，到经过泰国，啊，就去买迄个啊，做五塔散啦。去买了五塔散，带去印度。伊若头一初抓起去，啉到伊印度的水啊，哦，拢会走下背，啊，流屎啊，拢头啊做，安尼足一人去吼，歹腹肚，食迄水无卫生啊，无清气，迄就是啊有虫吼，啊有虫，咱家己未健康，变成个杀生，所以后来。啊，佛陀呢，才制定这条戒哈，啊，这个啊，如果那个水不干净，要立过的、啊。下面第十一条，下面第十一条，险难独行，改第十一条。若有不识，又不宜受持，盖以险难之处，无伴独行，是又不识，又不宜得失利罪，不去对了，不净有作。先讲为甚物，
佛陀哪会制定这条戒？哦，这独行啊，险难独行。险就是讲啊，咱家己一个人要经过迄个所在吼，啊，譬如讲迄条路，敢若有许危险哦。安怎危险？就亲像讲咱即马，咱台湾无都真侪迄个所在无会土石流吗？哇、啊！你看咱的迄、那个哦，做八八水灾啊，迄、那个嘉县那边啊，六桂坪，哦，你看迄土石流淹死偌济人呢吼！啊，这都是险难的所在吼，家一个人，哇、啊，无伴啦吼！啊，经过迄个危险啊，迄个所在，啊，你无人做伴呢，所以。啊，未使讲家一个人单单去行。第二就是讲，啊，你去经过迄、那个啊，像山内啊，啊，迄较无人行到的所在，你经过遐去，恐惊到有遮个猛兽，有虎爬、豺狮啦、顶啊，嘛当时要毒蛇啊，吼，什么这啊，哦，这嘛是说危险的所在。所以啊，我们要到哪个比较乡下的地方，要经过很危险的那个啊，这个路啊，我们不能一个人随随便便一个人啊，单独一个人去啊，至少要一个、两个、三个人同行哈、哦，不然的话，我们就掉一条命呐、啊，白白的送掉。啊，因为佛陀给咱。啊，甲咱较量一下，讲咱这条命未使随随便便的甲牺牲去啊！哦，因为咱佛法也未学好啊，学也未够，啊，所以咱要成佛要断烦恼，就爱靠这个身躯呢。这个身躯虽然是假，不过咱爱照这个假来去修真的啦，哦，啊，对咱这个四大加合的。啊，无甲照这个假去使用，啊，所以咱贪要啊，这个要会使吼，要用就咱尽量去甲使用啦。啊，使用，比如讲啊，我都爱用去这个佛法的方面去，我也要会拜佛，哦，我一天加拜几拜啊，啊，我都要会跪，要会上经，哦，目睭要有看，啊，我都。啊，多多去用点功夫啊，用啊，多多去行一点呐、啊，啊，这个，行一个佛道哈。贪、啊、了我耳孔有听到，目睭有看到，身躯要会叮当，哦、啊，多做一点这些的啊功德哈、啊，这都是这样啊。啊，所以讲未使讲。白白一个人啊，要好好啊，就去丧失这个性命啊，就是啊，已经性命甲无去啊，啊，佛法都停顿袂当修啊，这是对家来吼、哦，所以这条就是讲啊，危险啊，或者是会去受了灾难的迄条路，咱袂使单独啊去家己一个安尼去行吼，至少要有一个同伴啦。两个三个，啊，这同伴，相信也是讲，半途有啊发生代志的时阵，嘛才有人甲咱解救啊。哦，意思是安尼吼，这叫做险难。哦，下面第十二条，啊，第十二条是独居泥塑。第十二条，就是讲，这对咱众来讲。哦，南疆未使单独去住迄个尼寺啊，比丘尼所住的所在。啊，当时呢，印度就有这种的事情发生吼、哦。印度比丘跟比丘尼住的地方啊，有分开吼、哦。啊，无像咱台湾讲即嘛，啊，南疆、女疆拢住共经寺吼。不过就是讲。啊，咱啊，虽然南疆、女疆住一间寺，但是咱有分开啊，啊，有南疆的房间，有女疆的房间啊，哦，未讲去啊，做
男众女众困一间嘛，即拢分开，就靠啊，即咱中国个习惯啦吼，习惯啦。啊，在印度啊 ，BQ 甲 BQ 呢啊，都分开，所以现就是咱台湾有一个叫做啊，道场甲或者庵宇啊，以前在印度的那个比丘尼哈。他不住在那个比丘住的地方，就另外在那个郊外啊，搭一个草庵呐、啊，草庵。所以咱像台湾迄时话人讲做啊，什么庵什么庵，这大部分拢是女众所住的，女众所住的叫什么庵吼、啊。啊，同一是印度啊，啊，迄比丘尼住的地方，有这个在家的。在家居士的男众，啊，就是到那个比丘尼那个地方去帮忙啊，有法会啊，有活动，啊，就到那边去帮忙。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啊，因为那个在家居士呢，男众就在那边过夜啊。我当时呢，我就是个外道，哦，一当中，那男众，啊，在个男众去。带迄个比丘尼是遐过过暝吼，我当时就有遐外道啊，啊去诽谤吼，啊，就咧去诽谤心嘛，讲着真济做迄个口业，讲啊，迄比丘尼的所在安怎迄南疆啊去遐过暝，哦啊安尼，后来呢，佛陀知道了，就爱给他分开吼，所以就是讲对南疆。对迄个比丘尼来讲，就是讲单独啦吼，就是讲咧单独一个人。如果那是讲有很多位呢，那当然就会啊，也去准备一个叫做啊因困的所在啊。所以你只讲单独啊，袂使啊单独一个人在南疆去带迄个尼师啊，避免着人啊讲一寡只的吼，只叫做言威吼。这个，啊，那换做女众来讲，啊，这公司拢是 BQ 大的，啊，干一个女众菩萨，啊，要去住迄南疆的所在，啊，安尼嘛是，哦，应该咱就讲，啊，如果那是讲去，啊，去每一公司迄个所在，人当然，啊，是的，拢有互咱南疆甲女众困的所在，像这位，咱家，你看咱的。盖会哦，即个南藏菩萨、女藏菩萨，足济只义工呢，啊，拢嘛有甲咱分开，互咱困。啊，即都啊，拢已经啊，即个习惯了吼，拢无人会甲咱讲什么登客家话哦。啊，当然是即个都是到印度遐来，啊，佛陀唔将注定这条界吼，所以就是讲啊，男女藏不能单独啊。啊，住在那个道场，对南疆未使讲单独伫个比丘尼遐，啊，对你女疆来讲未使单独去带去比丘的所在，这个应该我们啊就一看就知道了。不过就是讲咱台湾人就是，拢不要紧，拢无这种情形。恁南疆来有南疆，互恁困；女疆菩萨有女疆菩萨的困的所在，啊，这种话就。未予人生气，讲一个讲伊个因为吼。好，我们把它先过来看那个第啊十三条，为财达人哈，这第十三条，为财达人呐、啊，该第十三条，先念这个条文。讲若有不识，有不疑，受其盖义，为无灾病啊。大马诺比东伯外人是又不识又不疑，这是你做不气对了，不正有作。印度啊，有这种的情形吼，啊，有这种的情形，真正啊，这个啊，清楚。印度人啊，有四种的阶级呢。这个啊，刹帝利，刹帝利就即个
做生意、做经商的人，啊，也另外一种叫做修梵行啊，做婆罗门呐。婆罗门是宗教信仰的，印度有真济婆罗门教，啊，婆罗门教啊，就是等于是讲修持净行的迄种宗教的，叫做婆罗门教。啊，第三呢，叫做刹帝利吼。七地利，哦，啊，就在做生意人，哦，拄则咧讲吼做，啊，这个王将，啊，王将就是讲哦，印度，迄那是做，这个国家做迄个大官的人，哦，因的迄权力足大个呢，哦，因的权力足大，啊，那迄种大部分拢是叫做白印度人，印度。啊，有一种黑人甲白人，嗯，这样，啊，那些王将的人做官啦，啊，做官的人拢看了这个叫做，啊，这个较下贱的人看拢未起哦，啊，这个下贱的人叫做贱刀罗嘛，咱啊，咱迄头前遐无讲一种叫做贱刀罗无，叫下贱。啊，即马咱换做咱讲咱台湾来讲，古早咱台湾的迄个好家人，啊，厝内底嘛拢有请迄左干啦吼，奴才啦吼，啊，就是灯光之类的吼。啊，到我细汉迄个时阵，有的人嘛厝内嘛有请迄个正济吼，干毕吼，左干迄啊。哦，啊，查甫伊叫做啊，讲叫做奴才吼。古早咱中国人啊，包括咱台湾，拢有这种的情形。啊，这奉请做奴才啊，请做灯光啊，请做何做这个左干呢？啊，这主人拢无迄个公德心嘛，啊，无公德心，干那要何做工课啊？啊，无要互伊，无要互伊食，无要互伊困就好啊。甲当作啥物？当作迄个上界无路用、上界下贱的人家来打扮哦。你像啊，就讲啊，是敢若是想讲迄有钱的人，敢请伊来，敢若经常讲看会当家赚较济钱无？嗯，啊，敢若自己干毋敢若啊，敢若想讲看伊会当家。替伊赚足济钱无？啊，对伊个生活拢总无一点仔家啊，家当作是人啊。啊，食着讲互伊食，迄因毋爱食食粗呢啊，啊是哦，做安尼食袂饱啦吼。啊，困嘛袂当讲互伊困，困咧好个所在，困咧舒适个所在。啊，就等于讲，伊困咧壁边啊，是困咧迄上歹个所在吼，即种。啊，都，哦，迄当阵印度有这种的情形，后来啊，有人去辨别佛陀啊，啊，佛陀讲哇，这哪会使啊？啊，辨别是人呢，你，黑人啊是哦，做啊普通人，啊，你都该哦做啥？欺负，该轻视，啊，迄个。你要说是因为伊真心修福修无够，啊，所以即卖正来不得已，啊来互你来做你的使用人呐，啊你嘛爱家照顾，爱互伊食饱，互伊啊困了好穿一宿啊。所以目前咱台湾嘛是有足济请即外劳的有无吼？请即外劳查甫的查某的，哦，啊是讲迄老人。啊，请来做看护啊，来甲咱啊，请来做这个照顾这个家庭，照顾这个老大人，这嘛有啦。就是我们台湾嘛，足济人拢请外劳吼，这个较古早同款。迄古早印度人对这个使用的人吼，哇，也是安尼啊，足无迄个公德心嘛。啊，该做无好，搁该拍，该骂啊，该叫做苦毒啊，啊安尼，无该当作一个人看。所以后来佛陀知影这代志，才甲讲，
哎呦，啊你换倒转啊，有一天你若是去做人的奴才啊，去换你做人的主干，啊要安怎？所以后来佛陀才讲，未使吼，绝对无未使随随便便去讲啊，苦读遐使用人吼，未使。哦，唔则讲啊，后来这条界，我那在迄个时阵才制定出来吼，啊，所以嘛会当符合咱现处时吼，所以就是讲，迄个互咱请来做外道的人，因兜就是嘛真困难呐吼。因家的经济，因家的生活无好，啊！你看来做外头的，你看拢少年的，囡仔。